回来。这钓的鱼啊，上过来了。嗰只放错啊，放咗之后咧就要去旺角嗰度，点解？即系方兔咪专嚟演习嘅，成日唔记得咗嗰只提鬼咩？关于智能手机，我记得方兔系关于咩快餐咧？去旺角咁样问做问卷啊，但系好鬼死尴尬。即系知唔知点形容咧？真系好尴尬噶啦。所以我谂到个方法就系咧，将一部分问卷系自己做。即係自己同自己做問卷，跟住就特登老作啲嘢，咁多佢嘅問卷可以係假噶嘛？當然一定唔會寫真噶啦。一八年五月23個日咧，我嗰陣 plan 點樣由荃灣西行過去美孚，開頭我要咗好耐啊，以為兜過去荃灣海，即係個海濱嗰度咧就可以直去，點知唔得，因為盡頭就係骨頭路。骨頭路嗰個位置就是我表妹住嘅地方，住嗰個位啊，應該係。咁然之後跟住嗰個 Google 地圖就係點咧？經過嗰個荃灣華人墳場嗰條路，跟住再插過去貨櫃碼頭嗰度，跟住先去到麗園站站。而嗰陣都差唔多，唔係喎，一個星期多幾日咧，都係冇落過雨。跟住仲要一無言無言無言，好。一個零月三號嗰日，婆婆生日，咁去咗邊度咧？去咗元朗 Yoho 啊，一間酒樓嗰度食。2023嗰日咧。咁咪講過我哋中六嘅畢業典禮去到10月9日先開始嘅。咁係啊，如果陣 BF 都出咗。澳戰啦，澳戰係咩咧？少人征服，但係玩家人數都係64。咁簡單啲嚟講，EN4就唯一一隻128嘅，其餘嗰啲全部都64。澳戰都幾好玩，不過我玩美國輸啦嚇，因為亞洲輸多次。我玩好開心嗰陣時，不過嗰陣都係攞咩新 MG 嗰啲玩槍幾好用。如果對我嚟講，嗰把應該係重型輕機槍嚟。
2021年咧嘅去打第二針目必泰，第一針係2號啊，跟住三個星期之後再打。喺邊度打咧？喺元朗嗰個咩綜合大樓嗰度，喺元朗體育隔離。而綜合大樓對面嗰個足球場用咗呢個臨時檢測站啊。打真係咩 feel 咧？隻手冇力，我覺得真係冇出去跑步，彈到咯。跟住見到嗰個 Seasons Pie 已經鋪得開曬咁滯，咁索性我都搬去嗰度啦。22年冇事，係啊，嗰陣睇《星運傳奇》咧，之前嗰兩集就係藍隊輸啊。跟住依家紅隊輸得慘，三班輸曬啊 ，ban 翻兩個。收咗兩個，算年紀最大嘅女，即男一女啊，女嗰個最大24歲，最大又男最大又6歲，咁樣摸到佢兩個都係成個星夢team裏面嘅祖爸祖媽啦，啲人年紀最大啊嘛，佢兩個係啊。Seasons 5的彩蛋呢今天開始找，就是租一支地跟著小圓碟復興，要順序找的，租一支地和小圓碟找完就送圖卡給你，而最後復興呢你要按次序按那三個信號位呢就會有海鷗跟著召喚閃電和 Tornado 出來，梁卷風他們都送這個CAV 的稀有 skin 叫咩？大停電，跟住同埋一個咩矮個 super 500嗰把個 skin 啦，稀有嚟啦。不過送只不過留念嘅嚇，每個 season 都有彩蛋啊。第一彩係冇嘅，跟住 season 2有 ，season 3都有 ，season 4又有。我記得 season 2嗰個彩蛋係關於咩？關於揾咗張有黑市標誌嘅圖卡，不過嗰個彩蛋好難揾嘅，因為嗰個彩蛋生成嗰個位係隨機，即係唔一定喺嗰個位啊。我自己一個佢一玩一個鐘先搞得掂，跟住嗰個 Season 3嘅彩蛋四個啊，好快揾完，自己揾嘅 ，CM 4都唔理我啊。我係睇完 P 先揾嘅，但係咧成日都揾下，我一開 game 即刻閃退。之前唔會，依家係會喎。咁另外咧，即係佢官方未有更新嘅，但係。望嗰啲大陸嘅，即係嗰堆玩家咧，就有新大更新出現咗，關於載具乜鬼，好似話運輸機同埋嗰架細車咧，所有爆炸物嗰個配件全部刪除，即係唔好同即係咩意思？我唔好明咩意思咧。中意仲有一個叫咩 AA 加強咯。咩？佢話地圖有啲可以摧毀嘅 AA， 即係有啲講話咪擺啲 AA 喺嗰啲位度咧，即係 BFF 唔一樣。
跟住 MC 嗰個玻璃變翻做防彈玻璃。我記得唔知邊一次更新咧，將嗰個防彈玻璃變到唔防彈嘅。我攞 MC 或者攞唔係，我攞拉姆或者攞單六百 M 射玻璃，好啲人入邊嗰個好快死。防彈咩意思咧？點樣射入邊嗰個都唔會死啊。不過始終，如果你見到 AGM 嘅雀仔，即刻死得好快。又或者火箭炮，好簡單。你而家見到個堆著揸雀仔嘅人都會用 AGM， 冇人會再用火箭彈，因為太弱啦，弱到唔可以再形容啊！跟住飛機咩新增呢個咩火箭噴射槍？啊係啊，關於嗰個兩個專家嗰個平衡咧，推土機加強。如果佢攞盾牌擋子彈咧，即係如果我啊射落個盾牌攞攞住盾牌嘅，咁、那個盾牌會將啲子彈反彈翻嚟自己，即係等同於係自己射，即係你自己變自己殺死啦，自殺。因為攞盾牌關係，如果你射人，變到你射自己。反殺嗰種講法就係，另外就係 Iris 嘅主動防禦都新增咩紅燈綠燈啊，紅燈即係攔截，綠燈就係攔卻。我一個諗翻起 BL4 好似係咁嘅，開頭擺嗰個支援兵咪個主動防禦嘅，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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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跟住就開始攔截，到咗某一個時間就攔卻變紅燈，調翻轉啊！台灣人4手647個，我有玩小圓點咧，玩下見到對面隊幾個熟人，咩 Man Park， 我中意知黑隊，咩叫黑隊咧？就係組隊一齊玩，同一個黑隊。我哋到你美國原本就大贏嘅，點知差啲輸變咗。對面隊兩架激光塔，一架野貓。跟住運輸機全部都贏，擺喺度贏曬。我哋嗰啲車一出到嚟就架運輸機 cam 喺度出唔到咯，所以飛機就唔例外啊。我點解有個感覺咧？美國呢個陣營好似係俾啲新手去試玩嘅，而熟人永遠都係俄羅斯嗰邊嘅，唔係我笑真係。有單新聞係關於，咪話元朗嗰個女人咪俾人殺嘅，跟住有廿幾處刀傷，佢俾人電嘅或者刀斬啦。跟住嗰個40多歲嘅 suspect 咧，著咗坐去內地。
我可以玩 Seasons 5，就是揸车会难啲啦。你 PS 就有难嘅时间，但系你讲喂，APS 改到弱晒，玩都玩唔到。有一种讲话就系你唔识更新，不如索性删除载具咧。反正咧，延时嗰啲车，即系我唔计飞机啊，飞机好卵弱智。改亦都系棺材棺材。三天而更新嘅时咧，讲过依家成日啲特机兵都系做即系立 C 花嘅，特机兵有 C 花，工程兵都有 C 花，追击手又有 C 花。B 上就人人都可以，人人都可以炸车。咁我心谂，同专家有咩分别嘅？冇分别嘅，只不过少一个道具咁解。長洲太平清照長包山變咗掛畫啦，即係原本一個長包山，真正嘅長包山，點知變咗一幅畫，冇咗歷史添。